2006年，从央视星光大道又走出了一位独特的男高音歌手，他可以在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表演中国的古典美人，并将中国民族艺术、传统戏曲和歌剧辅以时尚包装，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他是谁呢？当年的花前去跑留下太多愁，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一生一句几番轮回为你歌舞，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爱恨就在唇间，举杯对月情自甜，爱恨的礼物，一生一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，千门关是你给我深深的思念，爱过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
和郊外的晚上，昆士于1956年在很多国家广为流传，也为众多中国观众所熟知。李玉刚对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进行了新的处理，他那超高的声线无比震撼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秒，看一看李玉刚在这场高音十常态中能否技压群雄。